之前 ，Angelababy 最新综艺造型写真释出，她身穿黑色西装，气场全开，飘逸长发搭配金色配饰，凸显高雅气质。在大片里 ，Angelababy 脚踩高跟鞋，坐在黑色皮质椅子上的她，用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望着前方镜头，酷飒气质油然而生。同时，隐隐还撩动长发，每一帧都是那么迷人。对于一身黑的穿搭来说，为了可以更好的穿出造型的亮点，通过服装的廓形来凸显整身装扮的层次变化感，同时垫肩的设计强调立体感。因为西装是翻脖领的设计，所以内搭低领的上衣，让领口的层次感更加明显。而为了增加更多的亮点，薇拉的裤腿可以做出开叉的设计，这样的裤腿廓形把裤脚的宽松感更直接放大了，同时也增加了妩媚的味道。而开叉位置上搭配的金属扣子更可以增加风格上的亮点和独特的感觉。喜欢就订阅呗。